阿妹在舞台上化身摇滚黑玫瑰，秀出两条绝美铅笔腿，让粉丝大呼超级美。外界好奇张惠妹到底是怎么瘦的？据了解，她在闭关准备演唱期间，靠中医师调气，还有营养师配餐调整状态。而饮食部分是采用7年前研发的演唱会专属套餐，包括一碗烫青菜、一碗蛤蜊和4片蒜牛肉，在每天下午3点前吃完，加上早睡早起的规律生活。不过减重医师表示，这份菜单的蛋白质和热量还算及格，但碳水化合物不够，只能短期执行。如果长久这样吃，非常不健康。某些微量元素不够，容易产生心肌受损相关症状，甚至会造成致命的心脏衰竭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